大家好，我是宝总，今天来说一说憨豆变成画家，卖出天价假画的影片，憨豆先生的大灾难。老豆是一家美术馆的保安，平时生活中神经兮兮的，看起来不太正常，工作上也是非常的懒散，经常在上班时间睡觉，而且睡觉也是睡没睡呀，像是中了化骨绵掌一样，直接躺在地上，有时候还会搞一些无厘头的事情，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因为管理要配个美术专家前往美国威虎名画的节目担任讲解嘉宾，大家一致推荐老豆就是最佳的人选。美国那边也派出博物馆的拉叔做老豆的接待者，安排着他日常起居饮食。考虑到老豆是专家级别的人物，可能住不惯酒店什么的，拉叔干脆让他住在自己家里，这样也方便照看和交流沟通。而家人却一致反对，觉得有个陌生人在家里不太舒服。刚下飞机到达美国机场，老豆就变得调皮起来，在胸前口袋用手玩起了掏枪的游戏，结果被机场的警察怀疑是危险分子带回了拘留文化，顺利来到拉叔家里，又遭到他家人的一顿嫌弃。之后跟着拉叔来到画廊的时候，突然膀胱膨胀，想要去释放一下，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水龙头，老豆一不小心弄湿了裤子，纸巾不够用，烘干器也没什么效果，最后只好在画廊领导面前吹起了风扇，搞得在场的人一脸懵逼。来到拉叔的家里，老豆也是没有闲着，动一下这个拿一下那个，结果直接搞坏了拉叔小两口结婚纪念的东西。老伴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暂住，两个大男人也没啥好休闲娱乐的，只好一起来到游乐园玩耍。没想到老豆又调皮了起来，偷偷调快了机器的震动速度，搞了有困难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喊。老豆也因此又被带进了橘子饼，在局里闲着无聊的时候还跳起了亚洲舞王的专属舞蹈。拉叔这才知道老豆不是天才专家，而是他俩的人才呀。领导聊两口上了拉叔家里做客，老豆特意秀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微波炉加热生活机，结果直接给整炸了，还是原汁原味的生鸡刺身，比较合他胃口。终于来到名画亮相的那一天，5000万美金的价值就在这方寸油墨之间。其他人去办公室探讨名画安保的问题，老豆一个人在画廊闲得实在无聊，一个盆地不小心弄湿了画像，用手巾一擦却越擦越坏，最后只好来到库房用上了清洁剂，谁知这东西又有腐蚀作用，把画像的人头都搞没了。不得已之下，老豆亲自给他画上了一个人头，搞得拉叔是差一点精神崩溃，只好将这5000万的废品藏进保险柜里。都说天才和疯子只在一线之间，老豆平时虽然神经兮兮的，但关键时候脑子就像爱因斯坦一样，利用些要引开保安的监控，将鸡蛋和口香糖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重新搞出了一幅山寨画像，整个过程节奏连贯，一气呵成，银行抢劫犯都没他这么专业。到了名画节目的那一天，画像的人头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老豆和拉叔这次也算是福大命大了。之后老豆还上台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，发表了一番关于画像的讲解，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欢呼和鼓掌。最后这幅山寨名画被一个将军级别的人以5000万的高价买走。没多久拉叔从条子那里得知女儿意外发生车祸被送进了医院，两人赶过来之后，老豆是闲不下来，结果被误认为是医生拉进了手术室。老豆对着病人也是一副调皮的样子，刚想吃个糖果却不小心掉进了手术的地方，随手一掏竟然掏出了条子身上的弹头，一看不是糖果又塞了回去，如此来回了好几次终于找到糖果。眼看条子已经不行，其他人又是急救又是注射的，老豆直接伸着右手发威，轻松掏出了子弹，惊得其他人是一脸懵逼。最后条子顺利得救，刚走出手术室，老豆又被拉叔误认为是医生要他救一下自己的女儿，老豆直接一番瞎搞竟然意外压醒了昏迷的拉叔女儿。而拉叔简直不敢相信是老豆救醒了自己的女儿，和拉叔一家快乐相处了几天之后，老豆回到英国的家里，每天欣赏着那幅被祸坏的名画。看完后我只想说，影片融合了各种英式和美式幽默，尴尬的同时又不禁让人捧腹大笑，作为童年时候的欢乐回忆，憨豆先生绝对是猫和老鼠一般的存在，绝对的经典。